我大概41、2岁就做膝盖腱手术，慢慢的我就这里痛，腰也痛。啊，这个朱姐，我处理拢护腰，能做多少就去做多少。我的条件去接这个相机盒，其实在不太适合。上人说，把握当下很迟差啦，这一句话我觉得蛮有用的。你不把握，你就没有机会啊。要是说人家有情目给你的话，你没有接，别人还是会做啊。啊，你做了就会有华喜啊。有师姐啊，他们有个各功能会来求救啊。我说好，我教你，我会把我所知道的都跟你们分享，好吧？一对一教你们，我都觉得很开心。你老公啊，我阿水这个很好吃呢，啊，我就刚刚说啊，我做欢喜，我今天做了袂歹，我下次会再努力做得更好。一路走。这里我让哥在。海内光世代100枚，现在申办每月。和平共处啊，除非他真的很痛，要不然我就都忙到忘记疼痛。我就感觉我每天都没够用啊，我们要去怎么去把握这个人生。我现在就是要做善事，要往前走，那接了这么多好人缘，我要把握。啊，就想讲做到就赚到，啊，没做到了去啊，有法度做啊，继续做安尼。